你们追来了，太好了。清妃姐，我离开落日不前联络过老大，告知他要迟些回去，现在你们这么急来找我，是他的状况又恶化了吗？小袁，二姐，让我试试他们的功夫吧。不行，我们横道中这么厉害，连我们都办不到的事，那两个人要是没我厉害肯定也不行，你就让我试试吧。不如这样，小袁可以留下片刻，如果半刻内他们没追上来，就必须立刻回御界书。我听三哥的。你太宠他了，如果他们药性刚解便追过来，小袁出手不知轻重，他们几个岂不危险？放心，岳金钊和贤青可都是惜命的人。点龙环呢？就不告诉你。小妹妹，别逼我们动手。那就打，二姐还怕我把你们打伤了呢。哼，金钊，我可以揍他吗？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，抓住他，逼点龙环来救人。嗯，看我们谁厉害。可恶，感觉还是无法使出全力。怎么觉得这丫头一直针对我和齐？啊！放
米姑娘，你的云来石不也会飞？我们快飞下去看看。不行，此处山涧太窄，云来石无法下落。这怎么办？找路下去，不知还要多久，也不知闲情如何了。可是金昭他们……明姑娘，你善于疗伤，还是和军兄继续寻找下崖的方法。我回客栈去看看贤亲兄。本座就说嘛，他们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哼，幸亏本座机警，杀了个回马枪。赶紧找，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得赶紧找到贤青。贤青兄，小少爷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所不懂吗？啊！快来，他们在这儿，跟本座杀！快走！快追，跟本座追呀、啊！小少爷，我很重吗？别打岔。不如考虑放下我。我说过会誓死保你。昭言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明姑娘，邪教追来了。贤青，贤青，放心，我还没死。找到下崖的路了吗？还没。贤青的情况不妙，我要先回雨青山设法为他诊治，其他事之后再说。
金钊，金钊。金钊。别哭，我没事。刚才我们掉下来摔进河里，你就晕过去了，我拉着你飘到这儿，撞上这个网才爬了上来。有人在这守，那附近应该有人烟，我们顺着路出去，看能不能找户人家求救。
有人来了。有没有这么背的？本座说是谁撞了我们的拦网，原来是你们两个。刚才被你逃了过去，现在还不是落到本座手上啊。正好本座拦出这片水域就是为了放养镇瑶，今日就看你们还能怎样嚣张。你的死期，镇瑶，弄死他！七，能想你看准机会就逃走，让洛兄他们来救我。金钟，不要！听话。
震摇。怪物，这女的是怪物。你们等着，本座下回再收拾你们。你把他们都打退了。嗯。真棒。万一他带更多人回来就完了。我们快走。金钊，你撑着点。金钊，我该怎么办？金钊，不要哭，现在不能哭，我要照顾金钊。好了。对，先生火。Thank you.